好 ，zenneth cock。OK 好，那么呢，很简单，这个位置我可能我需要两张牌，然后大家可以记清楚，好像两张红色的 jack 这样对吧？然后呢，一张呢我会放牌垫最上面，一张呢会放最底下，清楚的样子，这样。好，那么现在大家随便牌垫中间选一张牌，举个例子，假设是梅花三这样子，你喜欢的话可以签个名字，因为对比比较大，这样好不好？很确定在用中间。那么好了，我现在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就是说把这个 jack 翻过来，然后呢最底下一张 jack 翻过来。除了这两张 jack 之外，所有牌都是向上的。嗯，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是两张 jack 保护了这副牌，就不让呢你刚才选那张梅花三从牌垫当中走出来，但是。这样说呢，梅花三就出来了。而这里的话呢，仍然是两张 jack 还是在这里。